嘿哈喽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孩子抢宝宝鱼。哎，这里是咬一口就甜甜的鱼啊！好嘞，欢迎收看咱们俩最新一期的迷你世界。这一期我跟宝宝鱼带来的这张跑酷地图名字呢，叫做"扎心的跑酷"。扎心的跑酷，这扎心！回想到上一张地图，扎心地图，我真的心都扎透了，好吧？那的他好像叫短短的，很贴心。我发现这些小伙伴们给咱们做的地图啊，都是那个怎么说嘞，会把你怎么坑，坑怎么来？对，怎么坑怎么来，怎么坑怎么整，要把你坑的不要不要的，他们就笑得嘻嘻哈哈的，对吧？走吧，咱们开始跑吧。来吧，箱子没有装备。装备什么装备？你给我拿一套呗。OK，我往这边丢。一人穿一套钻头，好。我都感觉这还送咱们钻头，我就感觉上面好像有哪里有点不对的样子了。对啊，我总感觉那里不对劲，真的。哎，这里还会加移速的那个呢，我不要。还有飞行背包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拿了。像我们这种高玩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用对得上啊，飞行背包呢？像我们这种高玩，走啊，来一起跑一起跑，反正这个赛道够宽。哦，宝宝鱼，你有没有感觉有双神秘的手在操作着你？什么神秘的手啊？哈哈哈！我的天，不带你这样不带你这样的，你还没感觉出来吗？不是，哎呀，我总感觉有股神秘的力量。原来你说的神秘的力量就是这个啊！咱们俩要这么互相伤害吗？不，闹着玩的，闹着玩的，哎，闹着玩的，你能不能等我弟弟过去？你再你能不能等我玩过的去？你你再丢我格。啊！不行不行，这里需要大哥了，这一格的这个二段跳根本就是没法跳啊！等一下，你等我过去，等我过去。哇我哇，搁上面等你呢。这里需要吃鸡。嗨，宝宝鱼。等我啊，不管我不管你等我，反正你跑到前面是吃亏的，我这东西可以，哎，随随便便就丢走你的，不。你吃个鸡，你吃个鸡。这个鸡比较容易跳一下，好气啊！哎，感受熊孩子，哎，哎，别闹，关了关了，我们约看球，别闹，别，打个，啊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不是站起来了吗？用钻刀，对，你被卡，钻刀也动不了啊，神经病啊！不是，救命啊！你待会往边缘线跳一下，宝宝鱼。输了啊！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鱼被一步一步烤熟。神经病啊！居然还能卡方块的！你不要走太靠那个转轴方块那一边，你跳远一点，待会最后一格的时候。哎呀，这我都闻到鱼肉的香味了。香喷喷的，好吧，要不要上点孜然什么的？来吧，我给你加点福袋吧。别闹！我又干什么？666666！刚刚跳什么的？简单点，一个方块的就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大哥，你好吗？睡一觉去。都知道这里练习三段跳作弊方法。嗯，哎呀，宝宝鱼，简单，我上来了。好，哎呀，这把箱子整成这第三关旋转木马呀，